首先呢，给观众朋友报告一个有关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竞选的新闻。十二月十九日啊，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因参与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袭击啊国会大厦事件而丧失了在该州担任啊参加总统竞选的资格。这个裁定说呢。 本院多数法官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特朗普总统已经丧失担任总统职务的资格。裁决书啊写道：“由于他被取消资格，根据选举法，科罗拉多州啊州务卿将他列为总统初选选票上的候选人，将是一种非法的。” 行为，我们不会轻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在这项四比三的裁决中啊说：“我们意识到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要性。我们同样铭记我们庄严的职责，也就是无畏的啊，就是不惧怕、不偏袒的运用法律，而不被。” 公众对法律要求我们做出决定的反应所左右。之前呢、啊，啊，下级法院曾裁定认为，虽然特朗普显然对一月六日的国会骚乱提供了帮助，但总统职位啊，并不受第十四修正案影响的联邦公职之列，也就是。 啊，他竞选总统，将来要担任总统，并不受影响。提起了诉讼的竞选团体是华盛顿公民责任与道德的负责人布克宾德，在社交媒体上称：“啊，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时刻，这不仅是历史的，合理的。” 而且，对于保护美国民主的未来也是必要的。我们的宪法明确规定，那些违背誓言攻击我们民主的人将不得在政府中任职。啊，他这个布克宾德这样说。这个裁决的上诉期截止于二零二四年一月四日，预计。 特朗普竞选团队将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这一判决呀、啊，迅速招致了共和党人的谴责，其中包括2016年的啊,啊初选时竞争对手参议员卢比奥，以及目前正在与特朗普竞争的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桑蒂斯。 创啊，特朗普因涉嫌啊领导窃取二零二零年大选的犯罪阴谋而遭到起诉，一宗是在联邦一起，另一宗案件呢、啊、是在佐治亚州，引发了一场关于他未来任职资格的激烈的法律辩论。科罗拉多州这起诉讼是全美范围内。 针对特朗普多起关于第十四修正案诉讼之一，明尼苏达州最高法院在上个月驳回了一起类似这样的诉讼。科罗拉多州啊，最高法院的裁决能否成立，将取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最终判决。当然呢，最高法院也可以不接受该案件。 而让它自动生效，但无论结局如何，而、啊、这个裁决都将记录美国的宪政历史。我们说了，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针对川普竞选的裁决。下面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习近平独裁体制缘何走向没落？年终已近。 啊，回顾本年中国的政局走向，我们很难不关注习近平独裁体制的演变。从二十大闭幕，习氏独裁不可一世的迅速遭遇到政治、经济、外交啊严峻的挑战，习近平独裁体制已经出现了节节败退的征兆。一个问题值得思考。 习近平的一人独裁体制还能走多远呢？时政分析人士魏普啊，在他的文章《二零二三：习近平一人独裁体制盛极而衰》中指出，二零二三年，美国总统、德国外长和美国驻日本大使不约而同的称习近平为独裁者。 习当然很不高兴。中国外交部认为这是侵犯了伟大领袖的政治尊严。就连《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在外交场合指名道姓向外国领导人发难，这样的做法很不寻常。需要指出的是，习近平并非二零二三年才成为独裁者，早在二零一八年。 中共修宪使习近平成为终身领导人，这就意味着中国从专制走向了独裁。二零一八年的修宪使中国自由派学者惊诧莫名，并心如死灰。二零二三年，习近平正式获得了世界领袖公认的独裁者称号，他们应该不会再惊讶。 虽然在外交领域，这仍然呐、啊、很不寻常。不寻常在于，习已经从理论上、宪法上的独裁者，而成为举世认可的、货真价实的、如假包换的、一人说了算的独裁者。特别是从二零二二年中共二十大起，习的独裁体制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 不可一世的地步。二零二三年三月，这个独裁体制经过人大两会装模作样的批准，习正是一统江湖，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习家军全面取代了江派、团派等党内其他的力量，肆无忌惮地改变了过去三十余年中共各派势力。 大体保持还算说得过去的高层权力的分配格局，在习的天下，只有习的绝对忠诚者才能获得习的权力赏赐。为了可以毫无顾忌唱他的权力独角戏，习近平把党权。 政府权、军权、金融权、经济权、改革权、意识形态权，统统抓在自己的手里。党内高层再无分工，党政之间也无区别。今年三月，就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说：“国务院定位于首先是政治机关，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 为指导，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的落实。李强的阿谀奉迎支持证明，中国呀，已经只有习近平和党的存在，没有总理和政府的存在了。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习都是亲自谋划部署、亲自指导把关。新华社最近的报道，中国的改革道路是。 还特别强调，习近平的亲自主持、亲自领导、亲笔修改、亲自决策、亲自部署和亲自推动，或许啊，就是这些亲自“亲”字，预示着不可一世的习氏独裁不可能的长命，习氏独裁衰败的征兆已经显而易见。 其衰败的一个标志，就是二零二三年六月开始，外交部长秦刚、国防部长李尚福和火箭军高层集体消失。这是对习近平独裁体制致命的打击。习的识人、选人、用人，的不对、不准、不当，广受党内、军内和老百姓的公开质疑。 习近平掌握权力的能力、治理国家的能力被广为怀疑，他个人的声望也遭受很大的挫折。另一个衰败的标志就是经济糟糕的一塌糊涂，外资大规模撤离，失业居高不下，地方欠巨额的坏债，众多楼盘烂尾，GDP 大幅下降，等等。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明显衰败信号出现后，习依然一意孤行的强化他一人独裁体制。虽然他在某些方面做了一些微调，但在主要方面他则坚决不改。他最近的一些举措显示，他深度迷信个人的力量，在独裁陷阱中是越陷。 越深，不能自拔，不知悔改，不愿纠错。最近，中国中共啊，官媒发文指出，习近平要为中国金融指明方向，要主导改革的进程，要专家学者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等等。习的这些举措说明，习近平要在他独裁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习近平一意孤行，后果非常严重。他亲自抓金融，股市大跌；他训斥百官，百官躺平。党内高层和红二代的不满与反抗，再加上难以复苏的经济和动荡的军队，再加上西方联盟围堵、西式独裁的日子，只会越来越艰难。 甚至有可能呐、啊，随时脆弹。可是习依然自我神话，迷信他一人独裁的体制。总之啊，习近平独裁体制在二零二三年盛极而衰。根据这个趋势，我们或许可以预言，这个体制在二零二四年随时都可能脆断。而真正的始作俑者，非。 习近平莫属。以上是魏普文章的主要内容。的确啊，习不会停下他独裁的步伐。大家要知道，他为了的做独裁者这一天，他可是经过了啊几十年的熬煎熬啊，可以说啊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所以只会进一步强化，这样他就掉进了。 独裁者的陷阱，他的恩师毛泽东就是因为手中权力过度集中，才导致了重大灾难性的决策，如工业大跃进，并引发了毁灭性的三年大饥荒和四千万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惨剧。邓小平也正是因为啊不愿看到中国在重蹈覆辙，而进行了所谓。 党政分离啊，制定了领导人接班制度，但很遗憾，在习近平的眼里，这都是他的障碍，他要一一清楚。事实上啊，习近平十一年的执政已经给中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造成了严重的伤害。三年疫情封控和突然解封，让五百九十五万中国人。 失去了生命，他们大多呀都是中国的老人，没有任何制约的习近平，就像一辆没有刹的啊刹车啊就刹的汽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结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此次灾难的后果将由中国和中国人承担。二零二四年对习近平。 和中国人而言，都不是一个吉祥的一年。好，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感谢您的收看。